西安国家公园住宿的地方，你要不要走前面？回头，对，越走越舒服了。哎，你帽子没有戴好，要睡觉。哦，帽当我戴蛮紧的哦。鞋子已经掉了，鞋底没了。出发。人山人海，你走的不错嘛，啊？这边有两根棍子，很好走。两根棍子就好走。三麦等于5.6公里耶，你确定吗？
越走越狭窄。台北县双溪乡的平溪古道也有一条水路可以走，景观不一样，它是走在树林的下面，你要靠左咯，靠右咯，右边比较浅。哇，前面的水很深啊，裤子要湿了。前面的水很深，裤子要湿了。有人下去游泳了。应该不用，靠左走，左边比较浅，你看那些女的她们根本没有很深，有没有啊？走左边，来走左边，看前面的人怎么走就知道了哈。连小 baby 都背出来爬山了。那边很多人，继续。
进来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走三麦很远哎，是麦的，你有看到距离？我有算时间，我有算那个距离。问题这不准啊！用我的 Apple Watch 啊，很准的。越来越狭窄，这条步道叫做狭窄 （narrow）， 是锡安国家公园里面最著名的两条步道之一。它的特色就是在水里面走路。休息，越往里面人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他们的设备不够好，没有准备登山杖。越来越窄，今天天气实在太棒了，我也正想讲这句话，晴空万里，非常适合 hiking。现在大概从下雪的地方到这边，应该走了1.5公里。哎，那还有几公里？3.5公里，要到分叉的点才可以折回来。越进来人越少，感觉越好。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觉，实在是太漂亮。那用什么形容？用眼睛去满足它。也就是说，
你们也要来一趟就对了。走，这地方实在太壮观了，好像一个剧场一样。摄影机没办法完全拍下来。这是一个马蹄湾，真的是个马蹄湾啊！这是一个马蹄湾，水在这里做了一个大转弯。然后水在这边切割了一个大剧场，真是太壮观了。西安国家公园的有啊，那两个东方人。90度的河川大转弯，很特别。
越走越窄。转过去之后，相信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。走多久了？2.6公里。才2.6公里。65分钟了。已经走65分钟了。对，从那个下水的地方开始算。下水的地方开始算。嗯。对，很继续前进。很累哈、哦。好累哦。继续前进。河谷越来越窄了。怎么越走越窄啊？越上游越走越窄，上面都是一线天啊，这边甚至是没有天。走吧，进去的。越来越窄了。
钟玫瑰。怎么样？来到了两条河的岔路，有人走左边，有人走右边，右边非常的窄。我们到右边去走走吧。我在拍照，这里是岔路，我们今天的终点站。可是我觉得终点站还是要进去走一下这个小的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走。这里喝水小了许多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哦，里面有人。是个美女。好像过不去了，那边太深了。他们在照相，没路走了。这什么姿势？可是太阳光不均匀，换到这边来，帽子还是挡的。今天的终点站就走到这里啦，总共是3英里。回程出发。
续走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越走人越少，因为越来越难走了。这里水比较强，而且几乎都是水路啊，冲！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水流产生的湖穴，到处都有湖穴。3:45往回走。再会了。不会再来了。回程是顺流，比较好走。
顺顺流比较好走哈、哦。当然了。又回到了小支流，回到小支流了。兔子跟着萝卜跑，哇，好高啊！
真是漂亮，美丽的峡谷。哎，那边一个碑文，不知道写什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原来是无缘之墓。大水把这边切割成一个很像歌剧院的地方，好大一个歌剧院啊。非常的漂亮，壮观漂亮。蓝天，越来越深了啊！好像就是第一个深的地方。是吗？
哇，裤子湿了。这里应该是最深的吧？对，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地方超深的。这季节走起来好炫。水温。今天有雪。钟伟贵，我们现在走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今天的课程即将结束。谁上课了？行程不是课程。今天的课程就叫西安国家公园的窄水路健行，总长5.6公里，来回11点多。嗯，很漂亮的石壁。Literally could have just...